草屯男仔臭屁英仔推金歌混血儿娱乐提供，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。嘻哈团体草屯男仔臭屁英仔推出嘻哈台语合集男仔颇受粉丝好评，新曲扛把子 MV 上架，歌曲传达出浓浓本土庙宇文化，不仅特别打造复古茶室场景，还到庙宇拍摄邀来电音三太子关江首都，呼应歌曲八九主题。扛把子 MV 有浓浓八九文化，混血儿娱乐提供。 MV 中复古茶室场景，团员与女演员有不少贴身互动，问及现实生活是否转大人了，草屯男仔臭屁英仔大方回应，都二十几岁了，当然不是在市南，虽然没有去过，但还是会想体验一下当下在茶室的感觉。导演还安排其中团员被跌倒，为求画面逼真，每次拍摄团员都是真摔，让他们苦笑说差不多跌了十几次，有回家洗澡时才发现身上到处都是淤青。最后则祭出彩蛋，派对侠帅气现身，特别找来师兄911团员洋葱客串，更邀来春风初借御用的女主角烟酒拉饰演派对侠助理，众人齐跳舞步声势浩大，烟酒拉也一反招牌厌世脸，笑眯眯的跳台跳舞，呈现全民东东猜的欢乐氛围。